1947年3月，国民党在西北地区纠集了25万余众，大举进攻延安。300里烽火，600里硝烟，陕北大地在燃烧。在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转战陕北的同一时空下，一支混编了又混编的无名家属队，也意外地裹挟进了犬牙交错的战火硝烟中。不错，是我下的命令，撤退。报告旅长，三团急电。是我。不用怀疑，是撤退的命令。什么？把占领的地盘拱手相让？同志，你要记住，没有今天大踏步的撤退，就没有明天大踏步的前进。你好，董兵。啊，董兵同志，他们就交给你了，一定要亲自交到汪司令那里去，务必保证他们的安全。放心吧，保证完成任务。郑营长，哎，以后你就叫我董兵，或者叫我兵姑都行。明白了。董兵同志，咱们的驻地离这儿比较远，需要骑马。我觉得天黑之前。
没事吧？别伤了俺儿子。走，上轿子。啊，凤儿，上吧。嗯，走。好，就到了，就这样。 报告，进来。毛司令，人已经接到了。好啊，兵部首长，首长，洛上辛苦了。还好。毛司令，首长，没什么事儿，我先走了。去吧。哎，辛苦了。是要打大仗了吧？这地图摆的满屋都是。 司令能将功寒舍，真是蒙蔽生辉啊！受他娘什么魂，别在背后骂就成。不敢，不敢，跟司令讲。哎，你也看到了，俺婆姨怀着俺的儿子，韩宗接待续香火的儿子。哎呀，你放心吧，我懂，我把最好的房间给尊夫人使用。你放心，懂事儿。哎，没准俺儿子还得在你这儿出生呢。啥？ 三生有幸，三生有幸。赶快，赶快上水去！快快快！现在部队正在准备打迂回穿插，敌情呢，随时都会有变化。这兵荒马乱的，我看您还是先跟着我，等和党中央联系好以后，我亲自送你过去。 这一路上兄弟部队都这么劝，算了吧，留在你这儿也是累赘，你呀就派一组得力的人接着往前送。如果出了什么问题，就直接赶到会合点。这太冒险了吧！初老随党中央离开延安已经有三个月了，现在和他们也联系不上。如果我们还是按照三个月前制定这个方案继续走下去的话， 能出现什么状况？能出现什么状况？这三个月在敌占区来来回回的打转，这不也过来了？这好不容易到了自家的地盘了，怎么还婆婆妈妈的怕这怕那了？好吧，那我先跟熊旅长联系一下，他负责保障你下一站的安全。啊。 首长，您先休息，明天一早我们就出发。好。哎，对了，现在是非常时期，我的身份一定要保密。那当然，哪能让别人知道你是中央首长的夫人？不是为这个，我是怕敌人会跟着这条线索找到党中央。 首长真不愧是老地下党了，想得真周全。那您现在的身份是？董兵，传递重要文件的机要员。知道了，再见。这个人叫刘寒平。 现在化名叫董兵，我们的跟踪对象，有我们的人埋在他的身边，在可能的情况下，会随时和我们联系。我没有看出他有什么特殊啊，还值得你们从重庆一路追下来。你们要是觉得他很重要，把他抓起来不就完了吗？ 我也没有觉得他有什么特殊，只是上峰有令，让我跟着他，还望军座鼎力相助啊！好说，好说，咱们随时联系吧。谢军座。罗参谋。好。派人跟上他。
看看他到底是什么来历。是。 报告星座，咱们编二旅旅长施海山奉命前来听命。啊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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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听说这一带的人都管你叫黑司令啊。好，我也入乡随俗，叫你黑司令吧。哎，啥黑司令啊？那都是俺的魂名绰号。哎。 混名不混，绰号更显其形嘛。梁山好汉哪一个没有绰号混名啊？这座抬举，俺那帮兄弟比不上梁山好汉。嗨，你就不要过谦了，老弟。咱们现在说点正事啊。你是这一带的山大爷，那么这一带哪个关卡最严、最不好走？ 共军又最会从哪个关卡突出去呢？这东西俺看不明白，但是这一带的山山水水都在俺脑子里边。共军如果要走，有几个关卡他们必须要经过，军座指挥调兵把这几个关卡守住就行。非常好，那就烦劳黑司令把你的部队调上去，啊，听从你黑司令的指挥。是。 俺立刻回去准备，明天配合大部队行动。好，不过黑司令情况有变，提前行动，明天上午10点，大部队配合你行动。对。 把那个消毒液拿过来。啊，来了。旅长。长官。咱们不叫长官，叫首长，你又忘了。哎呦，旅长。你们好。哎，你好。哎，你好。哎，没事没事，你们坐坐坐坐。哎。坐坐坐啊。哎。 长官，啊，
咱们还是投降吧，实在是跑不动了。投降？老子先毙了你！哎，长官啊，吹上来了，吹，走走走，快！徐医生啊，好，来放心吧。行，嗯。徐医生，哎，咱们在祠堂集合。哎，好的。别练，一会儿我帮你啊。啊，没事。哎，请问一下，这个上面写着一个“鹅”字，不知道这个行李是谁的呀？指不到，指不到。啊，行，那赶快准备转移吧。哎，这军医怎么是个男的？嗯，是哈。咱们爹，这是让他给接生啊？娘啊，那不得羞死人吗？就是。哟，你肚子都这么大了，什么没见过？还怕男人？见啥见呀？俺平时都是瞎了灯看日子。你听，亲娘哎，不行，这事儿啊，俺得找修理长反映反映。你这真跟男的了接生，咋说也觉得怪别扭的慌，万一再弄出难产来。就麻烦了。对呀，这也是。你说这么大老爷们干啥不好？来给女人接生，真出息。走走走走走。小同志，是哪个部队的？那次抓了吧。抓了，抓了，抓了。凤村，凤村，这就是凤村。对。啊，这是凤村，太好了！哎，同志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同志，你好，你好，我可找着你们了。你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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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同志，你好，你好。没事啊。好，这位小兄弟，你们友军部队迷路了，迷路了。哎，郑强，陈他妈呀！怎么是你？你小子，这都看不出来啊！啊，这是小兄弟吗？这是女的。去去去，用你说。陈大曼，咱们猛虎营啊，原来的连长，叫连长。连长好。大家好。李正。啊？李正。李正，好久不见。走吧，我带你回连部啊。走走走。李正，走。
好一个陈大曼呀！啊，还是当年我那个猛虎连的连长啊！季春熙的敌人又到达了凤村，真是一举两得呀！啊，老旅长，这回我可是正式归队了，嗯，你得把猛虎连还给我。哎，猛虎连现在已经壮大成猛虎营了，那你就把猛虎营给我呀，老旅长啊，不，司令员。我现在是团级干部了，我愿意降级带猛虎营。对，李真部长还给我，哎呀，我的证明信跑丢了。丢了就丢了呗，丢了证明信，我就不相信你了。在你离开延安的时候啊，李部长已经给我发来了电报，我已经知道你现在是正团职干部了。老首长，那你是同意了？报告首长。猛虎营营长陈大曼向你报道。猛虎营现在有营长。啊？谁呀？郑强啊。哦，在你受伤被强行送到延安治疗的时候，郑强就接手了猛虎连的工作。他呀，老首长没问题，那是我兄弟，让他让位。嗯。让位。你不好开口啊。我找他去。哎，回来！哎，陈大曼，陈大曼，这个傻小子，面条来了。哎，吃，趁热吃啊！别跟我打岔，你给我句痛快话，你是让还是不让？先吃，吃完了再说啊。哎，干辣椒拌这面吃啊，辣椒炒肉，特意给你做的。是挺香的，红辣椒可辣了，吃啊！那边吃边说，好吃吗？啊，嗯，好吃。嗯，还有更好的呢，啊？嗯，你哪来的？上次打阻击缴获敌人的，我一直没舍得喝，给你留着啊。来。太好喝了，嗯，嗯，喝，好，酒我要，猛虎营我也要。敌人徐松是个军医，让他集合。首长，首长，李总，三团大号派尖刀队打头阵，是一团负责盾后，是二团联系好当地的民兵，保护好群众。哎，你不是那个军医吗？在这儿干嘛呢？吕座，日安。哎，你别啰嗦了。他们不是在祠堂吗？你就听苦女的安排，啊！我已经跟他说好了，快去吧。我不是负伤可待。那小子一早就躲着我，到现在都找不着人。怎么叫躲着你？我给了他任务，执行任务去了。什么？你让他把猛虎营带走了？哎呀，你喊什么喊？我要带兵打仗，猛虎营是我的。还是这个样子，一点都没改。报告老旅长，已经定性了，改不了了。怎么就变不了了？
关键看你愿不愿意变。你瞧瞧你啊，整天背着个三八大盖儿，你现在都团级干部了，就不能换支短枪背着呀？弄了个烧火棍子，装上刺刀，比你的个子都高。什么呀，老旅长，多大烧火棍子？这是我左右手，那打起枪来指哪打哪，子弹像长了眼睛一样。还指挥打仗呢？怎么个指挥法？啊，就知道端着个枪冲在队伍前头一通的射击。哎呀，老旅长，那指挥战斗是指挥战斗，打枪是打。老旅长，你是不是能把猛虎营还给我了？猛虎营的事儿回来再说。你现在先执行一项特殊的任务，完成任务以后立即赶回来。总队在天黑以后就要转移，天黑之前你必须赶回来，随纵队机关一起转移。嗯，什么任务这么重要？送三位女同志过凤江，送到江对岸的水南村三纵的十一旅，最好亲自交给熊旅长。老旅长，这叫什么任务啊？你派神训不行啊？他们的身份特殊，必须绝对保证安全。是怎么特殊法啊？他们当中有一位机要员，携带重要文件，从重庆一路赶过来的。哦。我再重复一遍，必须绝对保证安全。是，保证完成任务。小心，立正，向右看齐，向前看，报数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。一、二、三。严肃点。我叫陈大曼，奉命将你们送达河对岸，交给三纵十一旅熊旅长。汪司令员要我绝对保证你们的安全，我说可以，但前提是你们必须绝对服从我的命令，听我指挥。报告。什么事儿？请问你是男的还是女的呀？重要吗？那我不知道，我是该叫你陈大哥还是陈大姐呀？革命队伍里喊同志，你不懂吗？到了战场上，没有哥哥姐姐，只有你死我活的拼杀，明白了吗？全体都有，向左转，出发。快点，石江！王司令员，我们要提前撤离啊！按预定计划完成我阻击任务之后，你带一个班插至河边去接应一下陈大曼，确保他按时归队。是。放心吧。注意警戒，走。人同志，同志，你们是对面五纵过来的吗？对，我是三纵的卫生员，我叫苦女，大家都等着你们呢，跟我走吧。好，来跟上。
坐着。哎，没事吧？怎么样了，春梅？啊，好点了。你看你昨天可那个样子，吓死我了。哎，同志们，哎，安静了，安静了，同志们。这是咱们舞动的同志，大家来鼓掌。哎呀，太好了，都盼着你呢。什么情况？哦，这些都是准备离开的同志。哦。哎，这村子里怎么没人啊？你们熊旅长呢？熊旅长说让我们等着你们舞动的同志跟你们一起走。跟我们一起走，去哪儿？你们熊旅长人呢？我可是完成了任务，得赶紧回去的。熊旅长今天天没亮就走了。走了？去哪儿了？什么时候回来？什么时候回来可没说，说是紧急任务，去拦截敌人一个刚刚开到的机械化旅。而且今天早上，民兵区小队已经侦查过了，说敌人很可能今天就进驻咱们村了，我们是特意留下来等你们的。你先把这药吃了，他有点那个症状。这是谁呀？哦，这是咱们的军医徐松。徐医生，徐医生，这是咱们舞纵的同志，陈大曼。哦，那咱那个抓紧时间得赶紧走了，这儿不能再留了。你是军医？啊。我刚才在外面，像这样的接生包，我刚准备了三个，到时候分娩的时候用得着。哎，对，你们武纵要是到时候再帮我，军医同志，一些药啊。我是武纵的陈大曼，奉命将三个人。来来来，奉命带这三位同志跟你们会合。熊旅长不在，现在你代为接收，交接任务完毕。我先走了。哎，陈大曼同志，你不能丢了呢，这是。啊，现在熊旅长不在，你是军医，你是护士，你们一定要负起责任来，赶紧带他们撤离。我先走了。哎，陈大曼同志，陈大曼同志，你拉着我干什么呀？赶紧组织转移，全是女的，我跟你说慢着呢，你得抓紧时间啊。哎，陈大曼同志，熊旅长说了，让我们跟着你们武纵的同志一起走。哎，这个我可不知道啊。我只接到了汪司令员的命令，把人送到了，我任务就完成了。我天黑之前得赶回去，我走了啊。哎，陈大曼同志，你让我一个人怎么担得起这么大的责任？怎么是你一个人啊？那不是还有一个军医呢吗？他可是个解放兵。解放兵？他是江口战役刚刚俘虏过来的，愿意参加咱们部队才刚刚几天，而且这些人可都是首长的家属。怎么能交给一个？说看着他怎么那么别扭。东队已经撤离完毕，团长命令我应迅速转移，马上全速阻击任务。告诉一连、二连、三连，五分钟之后按照部署撤离。哎，那进到一排向我靠拢，快去！是。回纵队，快点，快走！快点，快点上！马上。
警长啊，一连二连已经撤离完毕，特务连也在掩护。快点，跟三连还有特务连说，别按照一连和二连撤退的路线撤退。是，咱们先往北，后往东，明白了吗？明白。去吧。哎，等会儿。传达完命令之后啊，赶紧回来，咱们还有别的任务呢啊！不是只有组织任务吗？还有什么任务啊？去接咱们蒙古连的老连长陈大曼，快去吧。是，赶紧回来啊。是。冲到对面的山头，看看对面的指挥官是谁！你管他是谁呢？打人行吗？敌人对这边的地形比俺还熟，俺想要观察的全给俺堵上了。俺觉得这个人俺认识。同学，大哥，咱现在是国军，再废话割舌头。去！快，过来！跟我走！是。当年咱哥几个被小鬼子包围那会儿，要不是郑强，咱可就废球了。今天放他一马，这叫一报还一报，大哥仗义。传命令，集中所有炮火，把这个沙头干炸平了。啥？机枪营二团前往孙家渡堵住他们的退路，前往打虎岭。切断他们往西的头，直属营，跟着俺，只要炮火一贴，就该往上冲，见到活的一个不留。大哥，是我没说的，还你没听清啊？那是郑强。俺知道，要不是他，俺兴许还真能放条活路。郑强啊，俺不能放过他呀！给俺活路打！打！失恋。
上。